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女装啊，不对，是一份来自官方的神秘礼盒，一块名牌，这个是希拉，价值不菲的 CDK 啊，有没有想要的？主角来了。有点紧。非常不错，听说大职业用的都是这款手机，回头用这个当素材给大家看。散会。